是有人找你魔幻园，咱莫插伊。来，芬公主，我建议，祝你我两人事事如意。啊，吴小姐，找小凤爷的代志，唔知影你得要偌久的时间？我看你千秋恋女梦。心着急一位小王爷，你几回断家，千金情难舍，又何必赶紧将伊拿？又何必赶紧将伊拿？虽然我声声催促欠问啊。实在是心急情难干，真为王爷一早还家，如今只有寄望明月者，如今只有寄望银花者。好，你给我两天的时间，我一定将人交出来。也毋过，你是毋通袂记得你答应我的代志哦。你放心，父母绝对毋是迄款食言之辈。只是我毋知影讲，你到底是爱父母做啥物？到时阵你就知影。管你要做啥物，先找着林建勇再搁讲。不要怕，我怕不起啊！你怕不起啊？真的，我跳，真的。来你啥么样？我姓李啦。李啥物名？人拢叫我李老高啦。你鬼鬼祟祟，来我吴家庄是要创啥货？我无啊。我讲出来，你嘛袂相信呢。对。啊，要干啥？我也惊死。啊，好啦，啊，我若讲出来，你敢讲。好嘛，讲就讲嘛。我袂讲啥，啥物鬼灵芝啊！哦，你看有影无影？啊，我都讲过啊，我讲出来，其实你嘛袂相信对无？老伙仔是无讲白贼话，逐句拢嘛真嘞，吼！啊无，毋是你问伊呐，伊嘛有看到。启禀庄主，有一个高人也是甲伊做伙。啊，对啊。高人啊？是。人嘞？人。落去走去啊！
南走，你敢会报啊？你看有影无影？啊，这少年人哦，啊，都会晓欺负老伙仔，尔欺负我这个老伙仔走袂去啦。你给我点你，走！是，庄主，你头路煞正常，交伊来甲你抓倒转来，我要让两个人对质。是是。我一定要查明你底细，看来我乌家庄到底有啥物用意？啊！惨啊！狗仔囝，我毋是刁工要出卖你，是狗爸啊！你着倒保庇，狗仔囝，你着紧走啊！庄主，你看，狗仔囝，你来伫遮，你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受伤啊？你是安怎？有要紧无？你到底是安怎？有啥物难讲话？你是毋是搁叫迄两个阿爸来欺负我？你安尼是咧创啥物？狗囡仔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来看，因是将你安怎？伊将我阿公掠走啊啦！你阿公？你是讲恁阿公去乌家庄的人掠去？对。唔对，那唔对。看伊哭到安尼凄惨，那也唔对嘞。我会记得吼，顶一届看到伊的时阵，伊讲伊是一个无亲无情，伫外口咧流浪，还佫两工无食饭呢。我够安尼讲？有啊，你有安尼讲哦？我哪有安尼讲？啊，是你黑白听讲的，啊，若无哦，就是我摇过头黑白讲的啦。想讲，爱我去救恁阿公，除了你以外，无人会当去救我。好，那呢，我着试看卖。你答应嘛，袂当后悔哦。后悔？你讲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你拄则讲的话啊？我讲的话，我也无讲啥。洪公子，你去救我阿公啊！好，我想看卖。啊，你后悔啊？不是，我是想讲要用什么办法去救恁阿公啊？公主，你敢会想讲要去乌家庄将阿公救倒来？好办法，好办法。公主，我就做安尼决定。那秋末。你站遐等，狗囡仔，啊，咱行，好。阿公公，哎呀，气啊啦，气啊啦，吼，我那只狗的，那只不丁啊，庄主，外口有一位公主要求见。公主，
什么公主？老早慢办。叫你吧。是。公主，请。郑主，请坐。免，段平山可有回话？哦，段大将军随时期待跟你见面。哦，已经取得玉佩了。你不是讲过，那无玉佩是无才调跟你讲条件。真好，去甲段平山讲，后日五时，我在段平山脚望天照等你。段平山脚。孟天舅，我跟你准备请你登柱下。回爷，你给我住口吧！海龙，你哪会对这来？下。回爷，林建友。曾柱，一，无你代志，对路是。你是啥物人？我是要来找恁曾主，叫出来。哦，你要来找曾主啊？洪公主啊，你该赶紧问我大曾主啦。哦，那安尼就上介好，咱就两件代志做一件讲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有啥物资格跟我讲代志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将高玉兰阿公掠来到这个所在？高云的阿公，哦，原来你跟你老婆是共党的吼。你明明上好，你将人放开，你额外代志，我就无要搁追究。放肆！真是孝顺，唔惊吼，我靠红颜太好，不落地甘不离光。三里的一面红红那道，哼，你自衰自毁哦！自公公，唔知影我甲你留后路，莫非你是欠爬的矮脚虎？你老擦古迹，又搁留话乎阿道？大胆破棍！并无什么恶意，只要你来肯喊我做转去，那安尼我就袂为难你。为难我？哼，哈哈。官娘，我看袂出，你是要安怎为难我？你可是我无办法是无？姑娘啊。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家己心内明白吗？明白。我拢糊涂了。不，你到底是要行唔行啊？行是要行啦，也毋过毋是对你行啊。气死我！气死我！Thank you.
是江湖经验无够。本庄只有三招之内，一定要出你三股八条。你，无相面是本庄最爱才，手下留情，行见小心无。你，快走！这个小姐的军路，哪这么熟悉？伊是倒一家门下？你搞起来！
绝对袂用予人看出我是女医生，绝对袂用的。我有办，我有办法，一定要来找大夫，我要来找大夫。